各位电视机观众，大家早！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，我是何怀珍。昨天大盘呈现几乎是一个收最高，涨了41点，但是怎么办？没有量，没有量，对，只有692亿的量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个龙卷的话也相当的高，所以这地方就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因为投资朋友，你做多不赚，没有赚到钱哦，反而这个地方持续在做一个卷单的持续的一个增加放空。你说这行情会跌吗？你自己的心制度也不可能跌，那因为这个地方，当然为什么你要做空呢？像有时候时间点来的时候，你要勇敢一点哈，不要去恐惧它，不要去恐惧它。我知道量小是真的非常的难选股，好，所以才跟你讲说，你跟着对人做的对的事，不要老是去追高杀低，这个地方没有必要。你先分清楚一个形态，这就是你在股市唯一的机会可以反败为胜，改变你之前的操作。你改变是痛苦，不改没机会。哦，所以这样，就像说，既然一直很多人在期待单井的第二到底是谁？所以严格讲，如果仔细讲，单井第二本月份还是单井，这个我也不是今天才跟你讲的。但是你当然看说，有没有比单井更强的股票？这个月过后，肯定一定慢慢越来越多嘛。但是你要先肯定这个月你做单井的会不会赚钱。你当然是赚钱，但很多人就期待单井第二、第二、第三，根本就没有第二、第三。我真的跟你讲，真的就只有唯一的，就是只有一档单井，好是最强势。坦白讲，它比什么还强？比硕和来强，比我跟你谈的中美金来的强。但是很可惜，它已经来到哪里？166块，而且昨天盘中还有一点点下跌，150块5毛，涨到警示都还在涨。你说这种股票基本上？你叫怎么回来？然后基本上9月1号这一点，就是本月份说实在，大盘持续跌到近期的9.16160还超跌，差点被你笑说老师你没准还超跌，那个破线了。对呀、啊，是破线，结果就一天，然后就上涨了，对不对？9.16160有没有站回去？有啊，而且现在昨天来讲也是收在一个相对最高点，9.237。好，我这边来讲，居然这么高、哦。不要再放了哈！这边来讲，有很多股票可以选择嘛哈！你没有单井，你也可以选择我跟你谈的硕和，你也可以把中美金留下来。虽然中美金的现形，说实在，如果以形态来讲，因为所有好的股票、坏的股票全部修正一次。你如果直接问我说，老师，那中美金现在什么形态？它就是在筑底而已嘛。那筑底这种股票告诉你什么？连它都可以涨停板呢。所以很多朋友，你干嘛去做空？所以当下告诉你，股票一档一档的来哈，最强的单井你没有，没有的话，你要等待哈，等待它的加码点。我一直都跟你这样讲，单井从9月1号到94.5，我一直跟你讲，沿着什么？沿着5日，沿着3日线。严格讲，这种股票强到我跟你讲说，连就是你就是3日的平均线，你切入就对了。9月15号还有一个最后的上天126块，8月29号93.3。啊，你也探底嘛？你这段时间单那个单井，9月1号到9月17号，到昨天再度的创新高，来到166块，总共涨了每一张71块。短短的9月份的到现在讲是18天，好，说实在就等于半个月的时间，它涨幅真的说实在不可思议。但是这种股票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你要掌握它的加码点，所以我今天一直在侧标上帮你改过，你不止操作要稳，不要急，而且股市上的关键的密码就是开盘那个点。真的，你不要去看，等到它涨上去还想要做追。我这个股票基本上昨天买151.5的，你也回来3日线，你去买会不会赚钱？还是赚钱。但是你永远什么？永远不会再接，不会什么？你永远这个一档股票永远什么？因为你卖太低了嘛，包括你失去那个之前那个买点，永远你需要就有个专业带你做切入。但是坦白讲，未来的单你这种股票的形态有没有？有，而且会越来越多。也为什么？因为台股现在目前来讲，它的一个量能在这么集中之下，它一定会有很多像这样喷出的股票。好，会有这种主升的这样股票，不是很多，但是一定有的。好，但你要给它时间，毕竟我常跟你讲，单井的筑底，它是一个多头一个主升的喷出段，它筑底的时间是2年，你怎么忍耐那2年？不是你没买过单井，是你卖光光了。但是现在最怕就是你这个月还在放空它，
因为你这个月在单井上已经没有，你在空单上没得讨，这个月准到9月30号，它一涨难跌。我也跟你讲了好几次，刚好被操生。那接着来讲，现在你错过单井，你最少对不对？如果严格讲，硕和嘛未歹啊。你在嫌他什么？老师哦，买一张硕和要很贵，但他毕竟他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他正是实在这种股票，他正是他启动它的主升段而已，还不是那个。不是喷出的，是主升段。主升段说出来告诉你什么？任何拉回这张股票，你要站在买方。对你有个问题，老师，可是前两天520那个跌破的时候，你不告诉我们说495.5要做，再做买进啊？我说他这个地方来讲一个下跌，但话又说回来，难道我没有提醒你520是法人的成本区？尤其我会在这边再三的跟你宣布，你没有你不急着进场。但是当他你掌握到什么，我就说开盘价重要。你注意看他的开盘，昨天是527，他是跳高开嘞，他在前天收盘的时候，他已经又收回525了。你要看，你所以说你在观察股票，你不要搞得很多。这样你真的会非常的渣，你就好好的锁住它。而且为什么硕和我敢跟你谈这么久？我就是告诉你说，这张股票基本上当然业绩很好，而且在这么多的利空之下，好，虽然太阳能族群在替代能源单你都可以嘛，虽然原来就是一样那个奇谈，我跟你谈的东西没有改变，只是因为大盘本身筹码的修正，你包括当下投资朋友常常。都想要急一点的，赶快去找寻一些什么，有没有快一点的可以获利？现在最快的方法，你就是开大门走正路，重新的开始。既然筑底的时间点你不想浪费，好，我想说很多人筑底很喜欢买在底部，买在最便宜谁不喜欢？但是问题那个时间它很长很长，所以反而这边我会建议说，散户朋友，你应该要把破解法人的一个密码，就是法人的一个。操作的手法，你要破解它，你要战胜它，不是跟着它来走，你就有办法赢。那我就跟你讲了，为什么我跟你讲说，盘前一定要定高低，你盘前没有办法判断出这张股票的未来，我跟你讲你就毁了。就包括今天硕和早上等下开盘，你可以把电话拨通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做一个加码点，哈啊，随便这个地方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，这就是我的诚意，有没有实力这个地方当下等下就可以见真章。你有兴趣操作硕和，你打电话进来。而且说，我实在我送给你很清楚，550以下，好，这个东西是以前写法人成本区。你说520法人成本区，我做吗？550如果不过，它不会大涨，那代表550一过，它会不会大涨？反败为胜，股市密码。你说老师，你写这个东西对不对？我写这个东西已经很，已经跟你公安已经跟你保新光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主管机关有时候。很忌讳我们讲什么买卖价钱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东西很会，那个东西说实在是投资朋友最需要的，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买点跟卖点。但是常常投资朋友常又伤害在这个买卖点。我跟你真的哈，好东西是不拿出来卖的，是拿出来做操作用的。你真的是要个高手中的高手，带你真正反败为胜，哈。包括我也不敢说我的每档股票都很优质，好，就像进来我也跟你讲过，中美金实际上说出来就有点落差啊，对不对？说台语说就有点落漆嘛，对不对？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循环点，终究时间慢，你有缺钱，我会稍微帮你做个调整掉一下，哈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下来讲，当下我们先从这样讲，就是说这些股票，不管中美金、硕和跟单井。它代表什么意涵？就是替代能源概念股，果然就是我跟你谈的一个产业的结构。这个地方，你不要去管那个线型，这个产业结构一定不会好利息崩。但股票因为现在霸盘的量能很少，它就一档一档来啊，没利息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说实在的，这么少的量能，太阳能族群这么庞大之下，它从单井开始做出发，你就可以隐约告诉你，硕和一定有机会。坦白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举一反三了。所以为什么昨天硕和？马上是不是会涨停板？为什么昨天硕和涨停板一锁住就不会开了？你开盘看不看得懂？包括你在收盘的时候，前天的5222的时候，你如果你知道它一定要涨，一定要涨停板，你会不会去做买进？你说我知不知道？但那我给你写这个东西，就已经代表说我不会，我要给你，我不敢说每一档股票，你说那十拿九稳就不错了啦。真的说啊，我这种人讲话也是蛮老实的哈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稳定的操作。如果这样子说实在，
你还不相信你有办法能赚钱的话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是替你哭泣的，替了我几遍，今天要跟公家，你就是要找寻那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现在这波行情非常的强在哪？连警示股都会这么强势。警示股是谁？就是单井嘛。对，你又回答我一句话，说老师，那你昨天那个安可下来，这种股票基本上哈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它的业绩的面比较没这么亮。你这个股票说实在，如果你要这种股票，基本上哈，它有一个很好的买点，它这个月也是 OK 的。你要急跌，站在买方，哪一个地方可以买？我会闭着眼睛买，我坦白跟你讲，我会闭着眼睛买。你这张股票有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我跟你讲，这张股票比你手上很多股票好很多。但是它的真正的一个好买点在，因为它业绩题材比较没有像替代能源股票这么亮丽，所以基本上你要找它急跌的买点，那一点还不见得会来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一样开盘火力猛，不怕你问，就怕你不愿意打电话进来。可是你不能随便问一问，说老师这么猛啊！我说实在的，你要做动作才来找我，好，因为火力猛的西亚啦。跟你讲说，因为手上的股票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密码，我就想跟大家讲，你不要放弃你手上的股票哈。你所有股票都有救，但你只要把它解开它的谜题之后，你就啊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因为你知道它的答案，你就敢换了嘛。你不知道它的答案的时候，好像会涨，又好像会跌。如果这种情况，请你务必相信专业哈。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说实在还蛮在这边，说实在还蛮值得你信赖的。好，我讲我的讲盘的方式，我想跟别人是很大的不同，很大不同。你长期在看我的节目过程里面，我不是看涨跟你说涨，我也不是看跌跟你说跌。好，包括中美金来讲，我也就这么画给你看，就这么简单一条线。为什么你要害怕呢？当然，你严格问我说：“老师，这个中美金这样股票，说实话，一定很多人看电视还有哈。”我也要跟你说个抱歉，但是坦白讲，这档股票要过短线来讲，如果以这波行情来，因为它这样子一直成，你也知道这个趋势线是往下嘛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只能低接做反弹的价差。所以今天的关键点46.5到47点，47块那边一定要很快速的站回去，好，但49块我不认为哈这个月短时间会有什么特别的表现，所以告诉你，如果你手上哈这个地方想要做加码，一定要低接，不要做追高的动作。那短线如果常常有人就会说，老师你在电视上都，对，我们在做一个节目，说让你不，我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要求我这么多，我每个点都跟你讲得这么清楚，时间就有30分钟，那我的会员说那谁要参加，我不是说一定要你参加我会员。实际上，这东西是会员的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小细微波的这个，我只能跟你讲一个大趋势，大趋势。那因为这张股票，我曾经跟你讲，说我帮你负责，我跟你谈一样，这张股票是要这边跟你公开，你不要去做太过于追高的动作。今天开盘就这么简单，46.5哈，等一下开盘的时候你自己马上看。好，这个东西来讲，那我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量？我想你心知肚明。好，这种股票虽然昨天涨停板，那是因为昨天的行情，替代能源概念果然就如我跟你讲的，一档带一档嘛。啊，所有都涨停板，一哥买不到，就很多人买二哥啊，就这样子的道理啊。但是实际上应该要买的重点是的，我会建议你，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相信我要买替代能源这个区块，你相信我，单井可以这么强，所有会不会将来有机会？做的未来怎么样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你把电话拨通，好，你把电话拨通。以单点这么强，说会不会有？他会没有机会挑战那个810块？那要怎么过？关关难过，如果关关，那他每一个关卡口，你要怎么去观察它？你才不会让你的那个时间浪费掉，因为你现在在跟时间赛跑，所以我才跟你讲说。昨天的硕和，你应该开盘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是个高手，你应该开盘的时候，包括在前天的一个收盘，你就应该全收了。而且我有提醒过你，520，好，那今天的中美金就跟你讲哈，这张股票开盘46.5，包括收盘47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站上去，49块，你短线有强短的，请你先下个车。好，这个算我对你一个交代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对董事长对你一个交代哈，不要每次一直买，一直套，一直买，一直套，说越买越多
啊，你有些股票就是要做价差，时间点还没有正式要做一个喷出嘛。那原则上，它会不会有一点跟硕和一样重要的转折讯号，正式突破之后，它就是个主升段？当然是有机会啊！你要给我时间呢、啊，时间到的时候，我会跟大家做分享哈、哦。这个地方来讲，很多东西，不管做人处事，包括在操作股票，实际上看起来这个行情的刚起，真的是好像每天都在动很动，所以你的心真的要耐心等待那个好买点，你才会发大财。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哈，那这个地方欢迎你哈。有时候你还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毕竟上我们的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只能给你报这么多股票，你手上还有一些股票，你要把它集中化，因为现在大盘的量不大，你更要重点式的攻击哈，你才会拥有像丹锦一样股票，你才拥有像硕一样的这么样可以现买现赚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啊，连中美金这么弱烂长的股票，就是一直持续往下修正的股票，都帮你救回来了。所以，包括你手上股票还有什么问题，记住我的话，盘前的规划是相当的重要。相信我们这一套的，你就把电话拨通。好，这地方来讲，哈，也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那我们要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拥有目光，拥有挚爱，拥有风范。拥有自由，拥有后你会懂。The New E-Class。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， 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享受全新多芬的丰盈宠爱，怎么做到的？含 Nutrient Moisture 融合源自天然乳木果，丰富泡沫让肌肤滑嫩 Q 弹。多芬丰盈宠爱沐浴乳全新上市。小小一滴，一口舒无糖薄荷滴，隐含嘴里，威力无比，给你清新带劲的好口气。一口舒无糖薄荷滴，清新带劲的好口气。仍然有刺痛，或牙齿发麻，用针对敏感酸痛根源提供长效保护的高露洁抗敏专家。它能帮助修复并保护牙齿敏感部位，帮你远离敏感酸痛。别犹豫，来尽享美食好滋味吧！嗯，好棒，都终于可以大口吃冰了。很过瘾，很久没有像这样吃冰棒了。高露洁抗敏专家，持久舒缓敏感酸痛。高露洁牙医第一推荐。办4G中华最划算，速度最快，上网无限用，全国最大网内免费奖。还有最多零元手机，越挑越雀跃。中华极速四 G 限时抢办，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。搭配中华电信极速四 G Butterfly Two， 首卖价990元起。又回我们第二个单元哈，所以在股市上，很多投资朋友就有很多一些想法哈，实际上都刚好什么？真的是，你要把它改正过来。像你现在，你唯一的缺少就是个小小的美感。你不是缺乏技术线，像我们大家看的技术线，说实在都差不多了，没有什么特别那个了。它都有个规律，好，都有个规律，它是一个一定嘛一个极限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发光发热，帮你的钱越赚越多？实际上原因在于说，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美感，就是那个法人的破解法人的一个什么。一个工具你一定要有，你不能老是跟法人站在同一边。你要怎么样去破解他的美感，领先他？因为毕竟我们是散户嘛，散户你有赚钱的权利，但是你不是要跟他站一样，因为市场上就是两边嘛。散户能赚的钱的区块你好好把握，好，所以散户不要去摸那个底是正确的，摸底有
高手帮你做摸底的动作，而且你要摸那个底啊，很有耐心啊。我就拿丹姐一直跟你讲，它是足底两年，上涨八个月，就这么简单。破解刚有一点挂公婆无打击，好，这种股票基本上第八个月，那费波来系数第八个月，你给它这个地方去做空，你觉得有道理吗？要跌等下个月，那个下个月会不会跌？它有个关键点。好，这个地方来讲就很重要了。好，这个地方来讲，我当然也欢迎大家跟你问，你可以打电话进来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一定要做动作，好，真的东西来讲，因为毕竟你缺乏是一个真的股市上的高手，带你把股市上赔的钱赢回来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什么叫股市上高手？好，这个东西来讲，你就是缺乏一个高手。你要真的股市上高手，那高手是很难寻的，高手很难寻的。那谁可以持续在电视上稳定的跟你谈？好，说实在的就不错了。一两档股票说实在有点不是很理想，我会救你，就是代表说你可以以股换股，就这样进来的一个3433的一个创，因为时间点真的拖蛮长的。好，时间到没办法，虽然这个股票曾经也赚过钱，那个来到82块，如果你手上有叫告诉你就换掉，把我的会员我都叫他换掉，换到哪里去？就换掉我近期跟你讲这张股票跟你分享，就要换股的重要。有时候到时间点已经极限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目前它没有怎么样，但是你浪费你的时间点跟时间，你在跟时间赛跑。我换到像我第一个时间点曾经换过一个股票叫爱讯，好，那时你可能也没什么兴趣，因为它只有70块左右，64块。但你们发现这张股票准备挑战前高，你可不要给我追高呢。你说老师，你是告诉我要调整，这种股票说实在就是你也是一样等急跌做买进就对了。它跟那个这个就是我要跟有时候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的原因在，因为投资朋友这个地方一直很迷惘，很多股票一直不敢出手，那因为你没有十足十的把握，你最少没有十足也不要有八九十的把握你再出手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耐心等待。所以我跟你谈的东西可以什么十拿九稳，好。那有一两档股票我会帮你做调整，像说这种股票现在当下我就一直很希望你股票有超过5档拿来做调整，不要浪费你的股票，因为那个股票是可以利用的，你要救救，不是说股票一定要做价差，有些股票可以做价差我尽量帮你做价差，像中美金它就是一个价差的股票，我尽量帮你做嘛。有些股票一张都不能卖，单井这种股票就是已经喷出段，你怎么可以卖？卖掉买不回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恨不得它有几点要做买进，这种东西有不一样的操作的手法，包括像创意这种股票，如果手上有，因为量不大嘛，它又不会怎样。说实在，就是它的股票很粘性嘛，我们把它换掉嘛，换掉什么？换掉之后，之前可以换到爱讯。你记得大盘来到9014，我跟你介绍第一档股票是什么？近期的从9593，我告诉你不要买进股票，到9014，你把笔记本拿出来。我告诉你就是爱讯，我们的新会员是买爱讯，张丹这档股票昨天又要创前波的高点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涨，但是毕竟它有没有涨？但可能很多人看节目的时候，老师你讲这张股票，等一下我自己来买买看，是不是要创新高？你不能用，你要100%认知道它一定要走。这种股票基本上82.5，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。你等一下开盘可以自己稍微观察一下。我每一档股票开盘前都把它规划好，甚至我在收完盘我就把功课做好。好，这地方这是你必须要的。好，那必须要的。那接下来讲，爱讯，你已经看到这种股票基本上嘛不绕亏了。你当然9014下来，大盘进来又这么来到9133，对不对？多少一直在放空，你放空爱讯会赚得到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代表你在做多，常跟你讲说做多都赚不到钱，在股票做多是最好赚钱。如果你连股票做多赚不到钱，我请问你，你做空赚得到钱？做空更难做。好，现在来讲做空，现在一大堆人，不是说我在笑你的空单，你连做多做不到，赚不到钱，你学人家做空，你会赚得到钱？然后做空赚不到钱之后，剩下一点钱，我跟人家去做期指，因为期指比较快，那更糟糕，死得更快。你股票做赚钱才去考虑到做空，做空赚钱你才可以做指数。我跟你看法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所以代表股票这种东西，说老师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就没效？不是，你现在缺乏是一个真正的高手帮你股票做调整，你要把话听进去，不要对这股市这么没有热情。再一次，单井这种股票给你掌握一次，一个月赚个60-70块，
一张六七十块，六万七万，你要不要做？而且花你没有多少的时间呢，到现在才九月，今天才九月十九号，好，帮我稳定的股票，像爱讯也很稳定。你为什么你失掉了？因为低档的时候你手上套好股票，你都不调整，所以你就不敢买。涨上来就哎，它不错，那不错，那归不错，又不是你在赚钱，所以代表股票它有一个稳定的规律性，你只要把它掌握到股市的密码，反败为胜就在当下这个机会。你好好的掌握哈。那接下来讲，我们今天要送大家一档股票，就叫细创。我想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，这档股票基本上我认为不错哈，你也是一样哈，不要等到有一天它，我现在不是叫你一定要接，但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我觉得这档股票不错，因为昨天虽然是它收盘创新高之后拉回，好，大家收到69.3，我觉得它非常的漂亮。那我进来最后的一笔单子买在68.7，安尼有赚钱吗？对不对？好。那这个就要买，你要你的股票什么？你买下去之后，它马上有上涨，那种感觉就不一样。而且包括它在回来的时候，昨天回撤的嘛，最低68.5，我的介入点如何就好了。那这种股票基本上过高回档洗盘再上，好，我希望你跟上，好，那你自己本身尽量低接哈，有时候给它一点稍微等待一下，我觉得这档股票不错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业绩相当好，好，第三季来讲。第三季来讲，这边来讲哈，配合下半年的手机的出货旺季，今年获利会创四年新高，第三季创下新高，而且它是大陆是自有品牌，手机市场最大的感测 IC， 就是它是最大的，好，所以你要买就买最大买第一的，我就这样跟你讲。那这张股票基本上，我就跟你讲得清楚，就是说啊，尽量当股票也是一张新的标的，我认为说你可以。如何去做规划比较重要哈，那盘前的规划是很重要。如果你听得下去，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帮忙哈，尤其是硕和，他今天盘前到底怎么样做重新再加码动作，欢迎你把电话拨通。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Commence conformity protocol. Engage vehicle distribution. It's in your pocket. Level 5 offline. Luxury never felt so liberating. Introducing the all-new Infiniti Q50. 魅力无限 Infiniti.三大安全评鉴最高认证 Q50 168万元起，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我们工程师一忙起来就是没日没夜，像我之前有牙龈问题，加班熬夜就红肿流血，甚至不想吃东西，牙龈痛。你知道吗？90%的国人有牙。